上线龙虾尾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、六包、七包、八包、九包、十包。老板，这到货不会做怎么办呀？这还不简单，直播间马上我教你做。行，大扇贝。来夏天了，很多朋友啊都吃不进饭，不妨来一点我们家的开胃小菜——裙带菜，因为长得这样的裙子啊而出名。但说它要比海带还点量要高，而且口感要好，满满的一大箱。咱们家宝宝五斤装才需要16.9块，而且可以包邮，不妨可以支持支持。嘿，那个大爆头，全网你们都在找墨，今天墨来了啊！嗯，哎呀，有没有过？抓着过瘾啊！一起吃海螺不能，很肥很肥的那种哦。哎呀妈呀，这么大的黄，快给你吧，锁锁胃去。嗯，真是你个吃了，哎，一看就不肥，不肥，这肯定不肥。嗯，这一锅海螺老肥了，来吧一个。啥玩意儿这？谁发的事儿呀？